五日节名单除了白粽，阁有真侪活动。山西乡的饼干学院就举办立蛋比赛，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，主办单位唔但予参赛者荔枝蛋、阁有鸵鸟蛋、甲鹌鹑蛋，嘛为了增加大家成功的几率，涂骹的坑阁会当起来当做立蛋的所在。在裁判的口令之下，大家马上跪在土脚找所在徛软。这个场地虽然讲比起平整的地面也阁简单徛软，但是不断吹来风，好徛软成功率降低不少。那我们今天端午节呢，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端午节的立蛋的活动。那今天所使用的蛋呢，都是来自彰化的鸡蛋、鸵鸟蛋，还有鹌鹑蛋。那特别是我们在地非常有名的鹌鹑鸟下所下的鹌鹑蛋，那只要大小朋友呢到我们现场的二楼所立了生鸡蛋之后呢，那成功立蛋就可以到我们的现场一楼去兑换30元的折价券，那可以把生鸡蛋全部带回家，或者是在现场直接换成茶叶蛋，那也可以呢再到二楼一楼参加我们的挑战赛。挑战赛呢，可以体验立我们的鸵鸟蛋，还有鹌鹑蛋。那成功立完之后呢，一样会有相对的奖品，是非常适合亲子朋友一起来体验的活动。除了鸡蛋以外，主办单位阁另外准备了鸵鸟的蛋、甲鹌鹑的蛋，增加民众参与徛蛋活动的趣味。好徛蛋的过程当中，现场笑声不断，增加未少加一个欢乐气氛。新竹华新闻李炳宏线西采访报道。